大家好，欢迎大家点击这个影片跟我一起来玩星之卡比未豪华版。我是若维，上次我们玩到第一个世界，玩到苍绿春香，我们把所有苍绿春香的关卡都玩完了。那今天我们要到等级二，热浪如火，进入咯。看起来这个地方好像是沙漠的感觉，我们先到第一个关卡。这边有个什么，有个狮子吗还是什么的，还有个鞭子的能力。卡比有这鞭子的能力以后还戴一个西部牛仔的帽子。哎，哦，超酷的啊，看我的鞭子，看我的鞭子，给你个教训。这下面有个门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这门里面呢、啊，有一个一命的这个地在这边哦，要用你的鞭子去拿。讲得到了一命以后，我们就离开。超小的房间，送你一命。然后我们继续闯关 ，Let's go， 小心一点，差点撞到那个怪。要咬我吗？要咬我吗？你要咬我吗？冲过去，然后用我的鞭子把这个东西吸过来，电影卷吸过来吗？也吸个热狗，然后继续往前走。下一关，哦，这个应该是火的能力啊，火焰的能力，我把火焰能力吸起来。开始喷火。卡比就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能力。烤猪吗？烤野猪。哦，这边有一个炮台，大家看到了吗？那怎么样使用这个炮台？你要把这个炮台点火，在这边。我们来了，这炮台就可以把我们发射到天空当中。上面应该有什么好康的？下面有一个能源球体啊，记得要过来拿。然后我就离开咯。烧啊烧啊，这个的话我来把我能力取消掉。用我尖刺的能力刺他。在过关之前，我看一下上面，好，没有东西，我可以安心的过关了。我蛮喜欢尖刺的能力的。啊！有个球要过来了，小心不要被球压到。这样太爽了吧！下面有一个肉可以吃，可以补血。然后我把这个机关打开来，又有其他石球，大家这边走得慢一点。等到这个上面石球叠下去以后，我们再继续跟着石球走下去。哦，在这边就有第二个能量球体。然后我们就过关了。
哎，等一下，我洗完这个发电的呢，我要吸这个发电的。哎，大家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吓死我！发电的能力呢不见了，我可以先到这个地方，等到石球都不见以后，我会去找我的发电的能力。来得及吗？来得及吗？有了，有了，这边电火花，我喜欢电火花。让你知道我厉害。好大好大的石球，这关蛮恐怖的哎，不小心会被压死。哦，无敌吗？无敌棒棒糖来了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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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肉要吃。然后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哦。有小雨伞的能力耶，看起来好像很弱的感觉。雨伞攻击，但我觉得雨伞能力很弱吗？没有吗？超弱。蛮弱的。我把雨伞能力丢掉。这边是要打 boss 了吗？我用剑的能力来打 boss， 啊！被打爆！砍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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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然后他就爆了。我把能力吸进来，他是一个。铁锤的能力，大锤子的能力，哇哇，就可以把这个锤坏，可以得到第三个能量球体，这样就把二之一的所有的能量球体都拿到了。我靠！在我们过关之前，可以拿这个蓝星。然后接下来要有终点游戏，我们就来到一，应该会给我们多点星星。超多星星的。好了，第一关我们应该算是过关了，我们拿到了三个能量球体，接下来我们往第二个关卡迈进。第二个关卡有四个能量球体，我们出发咯。我哎，这边有个什么？有个睡觉的卡比。打我打我打我打哦，是什么变水的能力吗？我要。冲浪冲浪冲浪。叫清水的能力。我不知道他觉得怎么样，我觉得这能有点弱。
就比如说水果，记得要来拿。然后我们就过关咯。我们还没有拿到能量球体，不知道在哪边，我们有没有错过？哎，这边有个石头，我们来拿石头能力。变成一个石头，可以滑下去，顺。变成一个雕像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边东西什么东西可以拿？有个门可以进去，应该会有好康的。啊，这个我知道，这个要把这个门打掉，然后趁时间结束之前飞到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能量球体，这样我们就拿到第一个能量球体咯，藏在这个房间里面。我们来了。好，下一关。卡比在游泳欸，超可爱的。把它压扁。这边有另外一个门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个的话，我知道，把这个打破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来不及了，没办法拿到加一命。我觉得应该要用，应该用这个水的能力。然后这个水的能力以后，我们再一次进入这个房间里面，这应该就很简单了吧？发射，这样我就拿到加一命。有时候还是要水的能力。换成这个剑的能力，我看差点要死，好像有补血，活过来。下面有个门，我来继续一下。这里面是砍这个，叫我们拿到第三个，哎，第二个能量球体。哦，另外那个炸弹我就不砍了，砍了以后都是怪。继续，我回来了。刚才的补命还有吗？
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可以补命。不错。帅帅帅帅！吃我一招，叫我们到下个关卡。我少吃了那个薯条。叫我把门打开来。这边是怎样？这些人喷火，不要被他喷到。石头人，喷火石头人。小心一点。那我看到一个能力，我抓能力，我抓能力。现在你们都要死，给我试试看。哦，很强吗？让我把他们都杀了。好多星星，好多星星。超帅的大招。哦，大招的能力有限。不用担心，时间一定够。Let's go, let's go, let's go！ 发功了，发功了。电影票，有个裂缝，接下来就过关了，我们要去裂缝里面。我觉得裂缝里面应该有东西可以拿。这个裂缝要游泳哦。要在里面游泳。Go, go, go, let's go, let's go!我就是要拿那么多星星。小心不要被他弄到了。Go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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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全部星星拿到会怎样？不会怎样。哦，拿到了。这样我们拿到超多超多的星星，在这个关卡里面。
接下来是要打 boss 了吗？我还拿我的皮鞭。喂！看起来他要冲过来的感觉。打不到！再见了！叫我们拿到最后两个能源球体，可以过关，可以过关了。然后我们可以从刚才那边上去，这边我觉得这个关卡设计蛮不错的。来终点游戏哦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二个关卡，我们拿到了四个能源球体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第三关，不过我打算今天先玩到这个地方，下次的影片我们再从第三关开始玩。那就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，跟我一起来玩《星之卡比》V豪华版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